OK 了。哎，是不是能应该能分享一下？能。对，能。你给他分点一下。微博。对。好嘞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刚刚去联网了，然后手机还出问题卡了一下。就是这种卡。现在连上 WiFi 了。还有7分钟，一会儿就给你们播他们啊。哦，谢谢。当然我不是主角哈。我一会儿要拍那个给你们看蔡照和陈秋实。摄影师在辛苦的弄设备。摄影师在辛苦的弄设备。摄影师设的真巨好看，拍照拍的。哎呦，谢谢。对，一会儿4点到4点半播半个小时。谢谢。还有。大家要开始挥舞起你们手中的礼物，前五名有礼物哦。我看看。哦，行，没事儿，你说。四月刊，一会儿拍的是4月刊的封面。只能播半个小时呀。他们这边联系好了，是半个小时。主播个子挺高，主播个子1.7米。主播今天不是主角哈，主角是两个帅哥。一个谢谢谢谢。我一般般吧，主播算一般的。你微博再分享一下。哦，现好再分享一下是吧？微博那个刚才好 ，OK， 您看 OK 了吗？奖品刚刚说了一次，我现在再说一次。OK， 我再说一下今天送，我们送礼物的奖品啊，送礼物第一名的可以送给你们签名的微仔，第二名送签名主角签名拍立得照片。3到5名送4月杂志礼包，每人2套哦。大家一会儿挥舞起你们手中的荧光棒。有点卡、啊，这我现在不卡了。我刚才卡。想要3月杂志，还有想要3月杂志。咱们今天是拍4月杂志的主角哈。好了哈，不卡了。我刚才分享应该是我卡，还有3分钟哈，大家赶紧来，我看一下现在有多少人了呀？367人，369，哇，还挺多。点什么是能点亮？他们什么时候能买到4月杂志？4月份吧，4月。哦，之后会有预售啊。你们可以关注一下，我关注一下搜，对，关注一下搜酷杂志的那个微信公众号，啊，对，还有微博。排名怎么看？排名我这边就能看到，然后回头会联系你们，是吧？孙坚排的时候怎么没直播？哎，这我不清楚，我这是头一次播。好的，多买几本。在这里认识你非常高兴，我也高兴。看看啊，我看看他们，给你们拍，偷偷拍一下。去外边那个餐厅拍了。我现在去外面了是吗？悄悄的给你们看一眼，在外面，外面都是小粉丝啊！你们能看见小粉丝吗？站在那一排的小粉丝，都是小粉丝啊！都是粉丝，外面都是粉丝。现在59，还有1分钟。今天拍蔡照和陈秋实，认识吗？百度一下去。他们也在看直播啊，那可能在看我吧。
化妆间，化妆间里面陈琼实在化妆，你们看一下下，陈秋实在化妆。今天陈秋实有外景拍摄，有没有？也有。他们俩有一起拍的吗？外景。外景分开拍。外景分开拍。蔡照啊，蔡照没有看到，好像去拍外景了吧？我现在已经可以去了是吗？对对，他们在那里边拍。好，我去里边拍。在里面是吧？现在对对对，我现在已经可以了哈，四眼了。从那边进去是吧？哇，外面阳光好强啊！哇，这是哦，这是一个吃饭的场景，这是一个吃饭的场景，还没有主角还没出现呢。现在是摄影师和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的时候，他们还没出来，他化妆，主角现在还在化妆哈，等一会儿。带你们去化妆间看一下，工作室我给你们找一下主角。蔡照和陈秋实都在化妆，可以开始拍了吗？可以开始拍了吗？这不是四点开始吗？已经四点，已经四点了，4:02了，现在。行，你等我找完东西了啊。好。看你们的给你们看，豆豆我那边绿可以开始尖叫了啊。他们在那个穿衣服和化妆，然后再弄衣服呢，一会儿去那个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个餐厅，去那个餐厅拍。等一会儿，大家都看到你了。那大家先别看到我了，用不着。嗯，那就那谁的，咱来看。你先先直播呢，在这儿直播。或者我看看。干啥呢？那完了。来。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那半个小时可以说句话。半小时，你也打着招呼。哎，小点儿，你飘过。你不跟我那啥吗？对。我还有工作。他等一会儿，你先拍这个。哦，我先拍你。Hello。你好。打个招呼吧。Hello。好了。那个激动的不行了吧？我看看。快，礼物砸过来呀！一会儿给你们再拍。
那我待会儿再拍。不是，那我把那个大米拿了。他怎么没来这儿呢？你直接吃我的。稍等哈，稍等，一会儿他们。现在人家那个助理还是什么的不让拍，一会儿再拍。然后我比较被动，别着急，一会儿马上可以给你们，让他们和他们互动哈。偷偷的拍。看到了吗？悄悄的拍。那个助理说那是你爷爷上身，然后老姐长得这么帅，你就随便聊两句去吧。穿衣服真的巨好看，很给力。老姐特别经典，他们家男的。儿子，真的，哇，真的，那个，真的，啊，好，行的，行的，接下来，来来来，我们，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就随便聊吧，没有，你看看，啊，好，可以拿着，没事，看我拿，那有什么问题吗？大家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？你看红领巾，看红领巾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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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穿这么多你不热吗？挺热的。那为什么还要穿这么多？我们得，因为我们要拍摄，是不是？让大家看我，看我的头啊。看你的头。是不是双马尾？看我头。跟大家说可以问点问题。可晕吗这样？走。我头都晕了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哎呀晕。所以今天来干嘛？啊？你今天是来干嘛的？不知道。怼你。哇，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吓人，害怕，害怕！这怎么回事？红包来了！哇塞，开红包！怎么弄了这个？分享开红吗？分享开启啊！可以分享，来继续。粉丝们很激动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他握什么呢？握什么？握啥呢？老板，快来介绍介绍，你今天要拍什么？今天我们要拍杂志，什么杂志？拍搜酷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占据多少页面呢？十倍呀、啊！10倍。不用那么重，也可以的。10倍，哇塞，很多。所以你现在刚拍完几套？现在刚拍完两套，一套，还有。拍完了已经就我这样特别像幼稚园阿姨在训练。拍完了，不是什么来着？什么？我们封面不是？对啊对啊。我们封面大家知道吗？记住啊，我们封面好啊，好不好？一样买。叫你。哎，哎，我在。好的。咋了？你去定位他吧。怎么了？把那个给我，那先发一个。19号的那个。怎么了？你把你手机给我吧。我把你手机。不，你把你手机给我。我等下跟你带你们去个地方。这是我的会客室。这个是19号。我的会客室怎么样？孤独的人呐、啊，你看看看看，你不是换衣服怎么活？哎呀，你赶紧的吧，你换什么？他去哪儿了？我手机在哪儿吗？啊，是，你去啊，是的。你这啥态度？我这个态度已经很不错了。你那态度被我视频都听见了，好吧？你玩大了，豆豆，你完了。豆豆，你完了，豆豆。你还说我不过三十呢，我说啥了？我直播播下去了啊！我靠，你笑死我了。
自己直播我就帮你染啊。什么人就给我自己啊？这水果味儿的，草莓味儿的，并没有烟，里边都是水，所以没事儿。大家想看豆豆吗？哎，看这儿，赶紧的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我给你拿着呗，嗯，拿着，前置后置，前不是后置，正好正好，什么？我说的是不是让我前置后置？行不行？知道，看不见。嗯，你把摄像头变成后置的，我拿住你行吗？行，我怎么变？我看看，这个吧，不是这个。要我来。啊，这个。我想把它变成后置的摄像头。后置摄像头。对，就是转一下。就是 OK， 我来转。好。怎么变？哦，谢谢。哎，非常好。人说抽这个会被封号。为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你别抽了。真的假的？不是，那表演，那表演，表演那什么就怎么封号，被封号了。你行，不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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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？为什么这个被封了？天哪！不知道，我那边好了，可以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他那边入 ID 呢，等一下。谢谢。来一边喝喝杯水。喝吧喝吧喝吧。哎，咱什么直播？什么软件？花椒。人说你胖吗？花椒。啊。啾啾。哎，你录完了？还有一个豆豆的。还有一个豆豆的。对。豆豆，你的。你去，你给我好好录。我把那乌蒙晚上录完。豆，你快快，你快录直播。给你录着呢，我这手没动过都。不是你录 ID。我录什么 ID？ 不录 ID 吗？好了吧。OK， 我开始抽了。这好像是借的咱家粉丝的呗。嗯，对。豆豆，他录着横着还是竖着？随便，横着吧。不抽了，不抽了，不抽了。想看 ID，ID 过两天发。横着吧，你录了吗？他自个儿录，人说建议自己拿着手机录。他就那么一建议，他喜欢建议的。说说说。什么用？打豆豆，打了。打。你给我看看，我都看不见你怎么了。那你把那个反转转过来。更多。对。哎，都说什么呢？大家都。你能不能让人家看看你的脸，看你脑门在干啥？我在看他们。拿远点，对，这么看就好了。哎呦，什么厨艺？
等会儿，等会儿看看。我们准备去拍，去拍去了。他问你是不是在减肥？嗯。泥鳅在录 ID， 想看你自拍。完事儿了吗？完事儿了，完事儿给那个漂亮姐姐。给。谢谢。把带到小屋里吧。嗯。哇，现在可以直播拍照现场。好嘞，走，先拍。哎，我手机。你手机在躺着呢是吧？不是，那个啥，你把两视频都在你手机里边，你转给我。我转给你。减肥。你先过去把单。背对着你们。好，走。单人的那边。对面那边怎么？没有单人。一直在他们，一直镜头一直在对着他们呀。那儿哥哥。外边啊，餐厅里头。现在还可以拍了吗？好了，直接带过来吧。粉丝们想看啊，他录 ID 呢，录完呢。哦，好，那我先过去。他在那边录 ID， 马上给你们看哈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可以看那个，你们可以看一会儿，他也要过来在这个餐厅拍照，陈秋实和蔡少娇的那个餐厅拍照。我也不太清楚，他们告诉我不知道是在干什么。嗯。一会儿他们两个就要在坐在这个桌子上面。估计一会儿拍完了，这桌子就没了。给你找一个合适的位置。现在就是正在现场拍照。背对着我们的就是石楠。是真的吃的，可以吃的。还真的，你看，把那个稍微有点脱节。有点眼这一组。我不敢特别靠前，打不过线。你们家的秋实来了，巨冰一样，巨冰。主播日常自个儿去玩。今天依然是主角。嗯，等会儿。
旁边那个是化妆师写的。这样吧，没办法，餐厅的风格就这样。对，我这赌他有点瘾哈。哎，他吃菜呢。我不吃。没事，你让吃，你不光买了吗？吃完了，我真吃了。算了。太凉了。那眼，但是你们眼神是不是瞟到我这一下？给到我这一点。好，稍微有点快。都抬头到我这儿，我进来就。好，开始互动了，让你别进了。摄影师大哥嫌他们离得远。哇，这拍的真好。稍微抬点头，也就到我这儿吧。对，好。试试，嗯，站一个。谢谢，举累了，有点扫累。我给你们换个角度啊。这是都劈一点，稍微劈一点，这就比较好。行，我知道。我先走了啊。豆豆跟我说，豆豆说一会儿剩七分钟，留给秋实和你们互动。我就先出来了，现在先不拍了啊，一会儿留给你们那个和陈秋实互动，现在就是先不拍了，一会儿剩七分钟再拍，好吧，然后我偷偷的给你们拍一点现在的那个现在的花絮，没事，剩七分钟他一会儿记得，然后就再拍，因为他那个要求只拍半小时嘛，然后现在已经二三分钟了，所以一会儿留给那个陈秋实和你们互动哈。我是河北人，我不是重点。今天的主题好像就是他们两个在餐厅同框。啊，好了，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。现在人家不让拍了，我们可以悄悄的来拍一下化妆间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化妆间吧。哎呀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不拍我自己，大家看，这是他们的衣服，就是可能一会儿拍下一套，拍下一套，衣服要穿的衣服，然后这个是化妆用的。衣服太多了，衣服好多套，我也没有算。衣服太多了。哎，我不会关特效呀，特效好像是刚才才照开的吧。
好了，关了。这些都是鞋子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一会儿他们要穿这些再换衣服，主要都是万斯的鞋。我是路人甲。我知道你是路人甲，没打算聊你。这是刚才蔡照在这里面坐在这里面跟大家互动的地方。哇，现在主播需要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还有七分钟，留给陈秋实和你们互动哈。受累，你们再看会儿主播吧，一会儿就可以看到帅帅呆萌的陈秋实了。啊，我倒明白他们俩这对 CP 谁是公瘦了。一看就能看清楚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想看我呀？那怎么办呢？一会儿给你们看那个全球史哈，现在没办法，你只能委屈一会儿，看一下我。主播太难看了，没办法。秋实是公啊。谢谢。唉，我在这儿了。他说一会儿拍陈秋实，现在先歇一会儿，然后现在还播吗？他说一会儿给陈秋实互动的七分钟时间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先闲聊一会儿，然后一会儿再。但他让我出来，这右拐，谢谢啊，右拐直接。拍了，我拍了，刚刚给他们拍了，再拍他们看，人家主播他们都看烦了，他们就想看。对，这主播都看完了。他说一共半小时，一半时间都在看我，他们都看我看烦了，一会儿就给看陈秋实啊，因为那个他们现在豆豆说不让看，一会儿再看。这是化妆间，我偷偷的给你们拍一点吧，但实在是太隐蔽了，这对面就是他们在拍的餐厅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，哎呀，可能看不见。我这个角度能看见，看不见呢，我只能看见蔡照。谢谢你们的鼓励。4万多人了，这么多人，谢谢。再说一下，再给你们说一下那个，送礼物的啊，送礼物第一名，然后是给签名的那个微仔公仔，然后第二名是那个给那个签名照，就是拍立得的签名照。3到5名给四月杂志2套，每个人2套。陈秋实和蔡照在里面拍摄，但是现在就是刚才因为已经拍了23分钟了，然后剩下7分钟给陈秋实一会儿和你们互动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只能在外面偷偷的拍摄一下，因为当时助理不让进了。这个是我们的化妆小哥哥，化妆技术超好。哦，新来的
新来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可能错过了一些。刚才在餐厅拍蔡照和陈秋实他们两个共进晚餐，很慌。一会儿等他们出来，我看到，你们能不能隐隐约看到陈秋实？就站在这里，看一个背影吧。我只能偷偷的拍。来来来，看，我们好好的看一看。没事儿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顶多就举着手机手酸。这餐厅还蛮有特色的，那家餐厅叫什么什么那会儿，反正就挺有特色的吧。这在七棵树创意产业园里面有一些拍摄的地方。他们现在又去拍了，他们去拍的时候我就不能拍给你们看了，就只能站在这儿给你们拍工作人员。然后等他们休息的时候，他们会过来看照片，然后就能悄悄的拍一拍他们。这套拍完了，等一会儿那个我找机会让陈秋实和你们都互动一下哈。今天是4点开播，然后4点播到4点半，然后但是现在那个播到4:23的时候，然后豆豆说那个先停止播一会儿，然后一会儿留7分钟给那个陈秋实。我刚才一直在录我呀，现在给你们看看他们。哎呦天哪，充电宝掉地上了。我不重要，我今天不是主角。主角在里面拍照呢。蔡老师刚才拿着手机一直在跟观众互动吗？这是搜酷杂志的那个4月封面拍摄现场。就拍杂志封面。对啊，因为4点开始嘛，然后已经播了二十三分钟了，还剩7分钟，一会儿你们可以看陈秋实和观众互动。看见了吗？看见陈秋实了吗？看见了吧？他们过来看照片。好像还要再拍1-2套吧。有，你们可以看见蔡照这个角度。他们俩又面对面，他们俩面对面的坐着在吃串儿。一会儿互动，一会儿等他们拍完这一组吧。然后豆豆说一会儿会给时间那个让他们互动的。刚才摄影师说那个嫌他们俩的距离不够近。看见了吗？在这个位置。
好想给你们再多拍一拍他们吃饭的照片啊，但是豆豆说一共就半小时，要留一点时间再近点，我已经贴着玻璃了。再靠近，我去给你们找一个更近一点的位置。拍完了，咱们再拍视频。哦，我拍视频呢，现在在拍视频，你们可以看好多粉丝。谢谢。来，宝宝们 ，OK 了。妈呀，拍完了，拍完了，给你们找一个角度看一下他们。粉丝们都在拍，哦，这还有一个送外卖的大妈。一群粉丝啊，一群粉丝啊。看你们的秋实这好找不到裤子，哎，那个你把那个哎好嘞裤
这是。我调一下。你先进。哦，我给你讲。怎么了？哦。Hello。我是不是要换衣服了？还有一个外景，外景，外景五分钟就开了。哦，行，就是走一下。他那套我也放那儿，白的。他换衣服，你在这屋互动呗。啊，好。我波波他，我波波他换衣服嘛。好，那你去吧。这会儿晃眼呀。他应该换个地儿。逆光。我坐这儿。可是我这曝光怎么办？找一个。这个可以旋转。好，这样。灯光。谁的？他穿这身吗？对，穿这身。确定吗？还是我们换下一身？下一身是什么样的？我不知道。下一身在这儿。给他换下一身吧。哎呀，串串一点都不好吃，巨凉。然而我并没有吃，我真没有吃。豆豆还不让我吃，豆豆啥都不让我吃，豆豆啥都不让我干，豆豆天天骂我，天天说我。豆豆刚才刚进来的时候还踹了我好多脚，我必须得告诉你们，我觉得我不能再这么怂下去了，我要站出来，作为中国人民共产党。对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！你这不瞎玩，啥可能玩了？我是说，祖国的花朵，就祖国的花骨朵，他就这么对待我。就是我浑身是伤，你看我手，你看见没有？肿的，都是豆豆弄的。我手肿就是豆豆，就是豆豆，就是豆豆。怎么了？我看你好怕。豆豆又恨我，你看豆豆那眼神，哇塞！好，以上都是开玩笑，其实豆豆挺好的。找东西。哦。这是不是太？兔子不可爱。新火烧是啥？新火烧是什么？我在加东西。还小猫咪。豆豆，你豆豆，你刚说什么？我豆豆刚才当豆豆刚刚又凶我，豆豆凶我。哎呀，你赶紧喝水，哎，你快点儿。就是我作为一个预言家。我预言的特别准，我预言了一件事情，豆豆被我折服了，就只是这样。我昨天玩了把狼人杀，我就气死了都。预言家活到了最后，狼人也懵了，然后那个平民也懵了，全懵了，啥啥全懵了。预言家活到最后，你知道是谁是预言家吗？我告诉你是谁啊，就是豹子，贼气。狼人都懵了，狼人说：“哎，神全死了呀！”我第二回合我就以为预言家死了，气死我了。最佳七六人，狼人都以为预言家早死了，平民也以为预言家早死了，都瞪我，都打我，都要又打我哈、啊！
没事儿。其实我狼人杀玩的还行，真的还行。他为啥跳出来？他怕狼人刀子，我都服了。哎，他不会玩，怎么还打艺人呢？可怕，看见没有？喝。怎么还打艺人呢？艺人，我饮酒醉。好，谢谢小伙伴们的小礼物，老铁没毛病，666。好，谢谢大家的点亮。这是谁的账号？搜库。搜库的账号。对。关键你刷小礼物又不是给我刷，你们可以适当而止，适可而止。嗯。刷刷可以了啊，刷刷可以了。你就不能关心一下人家，问问吃没吃，喝没喝，啥的？对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并没有发微博吗？因为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在我心里边都是女神，不是妇女，所以我才没有发微博。然后那天上节目的时候我忘了说了，最后忘了祝大家女神节快乐，我忘记了，不好意思。这个人呢，一上了年纪，记性就不太好。怎么的？你刚才那眼神，你再给我来一遍来。哎呀，我今儿早上刚刮胡子，我现在都冒胡茬子了。你说我是不是到中年了？你到老年哇，你们不觉得我这套衣服很眼熟吗？你们不觉得我这套正装很眼熟吗？你们见过我穿过的？我穿过这套正装。你看，人都说深圳。深圳不是这身。他们说深圳颁奖的时候。不是，深圳是定做那身，就和这身有点像，但不是这个。这个是见面会时候穿的。不是两件儿，你忘了吗？走红毯一件儿，然后今年又换了一件儿。两套不都是定做那个吗？对，深圳回来还发微博来的，感谢的是那个工作室。啊，那可能是吧。但是和这件确实挺像的，也是那种红边边。这么多人怎么？豆豆，我好害怕。来的人太多了，我有点害怕。哼，开玩笑呢，怎么可能怕你们呢？吓吓豆豆。我不怂啊，为什么要怂？哦，机器人来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人。通灵之战，哎，怎么又扯到通灵之战去了？通灵之战最近我们整个工作室的人全部都被洗脑了，就每个人都在看通灵之战。关于我皮肤不错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如果你说你直播的话，开开美颜，你皮肤也不错。但我觉得我皮肤还行，但真的还可以，就是太干了。嗯，这个花椒吧，
他这个美颜还是不错的。我这补水跟补水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是他干啥呢？换衣服换那么长时间啊？为啥独留我一人？我叫那个小姐姐，你该换衣服了。好了，我该去换衣服了。我该进去了。我这不是先反转一下子？没事没事，不用，就这样，我跟他们说一声就好了。好的，谢谢。衣服。OK。好了，那个，咱们。为什么？啊，秋实需要换衣服去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就先到这吧。那个，是不是姐？是不是到这儿可以关了吗？对，你就说直播结束了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把那个，我们会通知前榜单的那个中奖的前五名。嗯，好，我们现在那个，感谢大家，我们直播就到这里面，然后，到时候我们会通知那个送礼物榜单的前五名，然后会把礼物然后送给你们。好，第一名我不需要再说一遍了吧？第一名是那个。给你们的那个微签名微公仔，然后第二名是那个，谢谢，第二名是给那个签名照，就是那个，拍立得签名照，三到五名给四月份的那个四月刊杂志，到时候会通知你们。好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然后，给这么多赞，给这么多礼物哈，那我就关了哈，谢谢，下课了，辛苦了。